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为加强青年学子找头路甲兼职打工，因为在校的学生呢找头路甲打工，时常因为劳工法令不足咧，甲初入社会涉世无深，再加上新型各项工作诈骗的手法不断翻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特别伫今仔日十一月七四日星期六，在台南市永华体育园区体育之星呢。办理青少年目前喜爱的街舞运动比赛活动，并设置结合求职方面、薪资解释和就业文书等各项闯关研游会，希望台南市学子青年朋友和民众求职无受骗，就业文书的权利咧过好条，极力落实台南市长为着极力推动希望家的政策，关心青年朋友求职就业避免受骗。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另外说，劳工局在推动相关的年轻人，因为要求职防诈骗的时候，你应该要跟年轻人的心结合在一起，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大转变。我们第一年尝试用我们年轻人的舞动青春，求职更放心这样的一个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很感恩今天来参加比赛的所有的团队，是不是可以借你们掌声自己肯定一下好不好？当然前面高中组的比赛，我们署敏科长跟我们副局长有带给我，他就是已经这样的呈现，尤其我们署敏科长好像挑到宝的一样，特别每一组大家都把相关的规定融在你们的舞动青春里面，所以这个应该到目前我们署敏应该得到花这一笔钱花毕这一次奖金应该是值回票价的感受，是不是？不管他们会第一时间都传给我们同仁，尤其每一个团队里面都呈现各科的主题，包括我们会文的移工的部分，还有相关的法令，都把这个相关法令融在这样的舞蹈里面，所以我得代表韦哲市长感恩，抱歉，非常感恩。今天虽然活动还没结束，但是应该是成功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好，那我就不再多话了，还是时间留给我们阿光面。我很感恩啊，是让我们都很在地化的融合进来，包括我们刚才播影片的楠楠，我们的代言人也是我们台南人，等一下演出的也是我们台南人，因为我认识他是在今年的国庆晚会里面，为我在老岳郎对笑脸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比较没有再接触，但是他刚回来担任国庆晚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主角的部分，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最后，劳工局在借由本次活动，提醒本市青少年朋友甲找一个民众，唯有小心谨慎，找工作需要多听多看，也可以交家人朋友讨论。遇到求职上各项疑问，拢可以致电，也是亲自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询问，和咱共同做伙来舞动青春，求职放心。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